果然有經驗啊！耶！今日自家女王嚟到呢一個溜冰場啦，咁我要試玩呢一個對於我嚟講好新嘅運動，但其實咧有好耐嘅歷史㗎啦。錯。啊 ，Rebecca 女王，聽講你都玩過喎。係喺紐西蘭，但係因為咧佢呢個冰壺咧同飲酒咧嘅文化有啲關係嘅，所以我喺紐西蘭咧就係喺公餘嘅時間就玩過咯。但係嗰次咧就係室外嚟嘅，今次咧。終於都可以再接觸啦，仲要有一位專業嘅人士教我哋。教練 ，Martin 你好 ，Hello，Martin 你好啊。喂，不如先介紹一下你點樣玩呢個冰壺嘅運動嘅？係啊，最主要其實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嘅情況。咁我就認識咗我哋冰壺會長李世莊先生啦。咁佢就當時 recruit 緊一啲運動員，咁就去參加呢個運動。咁啱又揀中咗我，我玩過一次之後就愛上咗。哇，有天分！當時其實都係李先生去將呢個冰壺喺蘇格蘭引入嚟香港嘅。咁佢當時就大力推廣，咁所以就無論喺推廣嘅層面或者係比賽嘅層面，都想推廣得多啲咁樣咯。多謝李生。咁我哋陣間就真係要跟你學。因為知道今日其實就是香港冰壺隊在這裡訓練的日子，因為這個就是正式的冰壺場，那我們就抽你一點時間教下我們玩這個冰壺、希望我們不會撲親對你們有信心的絕對好